있습니다. 是研发部的人欺负你了吗？ 如果南宫琉璃是你的前女友，请你处理好和她之间的关系，再来找我。南宫不是我的前女友，谢谢，相信我。你说不是，我就相信。我给你时间。 好好整理你们之间的事情。好，你也不要乱想。你现在就好好做你现在的工作，剩下的就交给我，好不好？我等你。